入蚝油和麻油，来一些酱油，来一些零卡糖，放入葱，用左手把味道抓进去，再用左手把它抓到面粉里。赶快告诉你的对象，这样的鸡排油炸不但鲜嫩多汁，而且完全没有卡路里。再加点辣粉，我怕脂肪会被燃烧殆尽。我们在锅里煮一点粽子，别划走，你肯定想不到我要干嘛。把粽子压成一个圆饼，裹上面粉，裹上蛋液，再裹上面包糠，放到 CLA 油里面给它炸至金黄，再把炸至金黄的粽子一切二，那么碳水就减少一半了。挤上美乃滋，来点小蔬菜，放上溜达鸡，铺上小番茄，这一片面包也要挤上美乃滋，减脂小汉堡搞定。酥脆的外壳，软糯的内馅，每咬一口都有粽子的香味，并且炸鸡也很入味，还鲜嫩多汁。这种软糯又酥脆的口感真的妙不可言，这味道真的绝了，粽子这辈子都没有